但我在这里，我潘杰贤在这里向大家慎重的说明，从始至终我唯一的交易对象是黄浩先生跟他百分百拥有的公司，我从未跟港品或台品有任何的交易关系。那这交易全权我是交于我的法律团队跟财务团队处理，那他们也在做了尽职调查后，在现况评估所已收到的交易对象提供的文件，交易是无法进行的。那这自然这个非常可惜，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值得就是感到可惜的一个点。但可能更可惜的呢，是在明天有近200-300位员工会被大裁员，有近200-300个家庭的生计也会因此受到影响。那这对我而言呢的那个可惜度可能比交易来得大。大家也知道，其实上一年半台平受到的那个波折，走的路真的是非常辛苦。那其实在座的各位都是媒体界 的一份子，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做媒体这个行业真的是很累，大家记者们也都是很累。同样的，你们的台平的兄弟姐妹们在上一年半水深火热当中的一个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辛苦熬过来的。但他们在上一年能够持续的维护保护着台平的中立、台平的营运、台平的持续，就算在上几个月的未知数当下，他们还持续信任这个公司，信任这个品牌，这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珍惜的。其实交易的确可惜，但是可能更可惜的就是这些员工明天即将被解散。也因此在就是两周前才决定透过就是龙城创意新聘这些被裁员的员工，会在9月1号的时候加入公司，新的公司创办新的一品新闻网，9月1号会开战。海皇 XO 干贝价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它的蛋白质呢是鸡鸭牛啊虾的3倍，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是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电商的网站，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喽。好，希望大家爱用哦。